位爱莲，祝福各位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我们大家，尤其在行政机关的各级的同仁，都非常辛苦，来应应各项的一些措施。可以说，我们已经尽了很大的力量，兼具扶持劳瘁的全心全力的。我想在这里，我要非常用心的政府这两个理念，来作为我们工作的一个指南针，是都非常认真的在实践我们这么一个理念。在去年这么样大的一个风暴里头，我们受的冲击最轻，我们还能够在今天，在外国人对我们有一个非常高的赞誉跟评价。依照一个，我想展望未来，我们是有光明的前景，但是责任一定会一天比一天的重，因为我们所面临的环境也一天比一天的艰巨跟复杂。在这段时间，各位行政部门的所长跟本院的同仁，不畏艰巨，不辞劳瘁的，全心全力的来投入我们的工作。我想在这里，我要非常